郭富城呢日拖住老婆方媛嚟马场支持爱区武士精神出赛，呢次武士精神转嚟跑马地马场出赛，又系赛前大热门，成成系咪都好有信心啊？其实我都系交俾佢嘅，咁啊等佢安排。佢話係 OK 㗎，不過個檔位係10個，唔知㗎，我覺得係支持咯。其實我好擔心馬迷咧，即係盲目投注啊，驚佢，即係一出就要投注，一出投注。其實有時啲馬出嚟嘅時候，佢哋都係要試咯，唔跑唔知道。但係你賽績好好嘛？好似你咁咪咯，成績好啊嘛，你即係我哋係希望都馬仔能夠跑得好嘅，咁啊希望要交出好嘅成績啦，唔會辜負馬迷對佢期望。咁成成有冇落重注支持武士精神先？冇，絕對唔會。但會支持下嘅，自己都會支持下嘅。我好難講，有時我都譬如上一次我自己都冇投注。所以大家千祈不要以為是一定是馬主就要投注，見到你出現就覺得很大機會，因為其實我覺得養馬其實是一種樂趣啦，即是希望隻馬跑得好啦，其實我們馬主是會有獎金的，所以是不需要一定要再投注或者是怎樣，其實希望一路一路它可以升班，即是升班代表它進步，其實都希望它跑好一點，一路進步一路進步。沿途有 fans 递上一幅成成和武士精神的画作，成成都有停低签名。武士精神在第七场出赛，赛前方媛和成成的经理人小美在沙圈仲相当好倾添，最后武士精神跑第二，都为成成赢到奖金㗎。